那我们现在正在前往惠灵顿山，在这一条路也很适合骑公路车。上次遇到澳洲夫妻，他就跟我们推荐说，来到这边的话可以骑公路车上惠灵顿山。对，然后沿路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小型野生动物的牌子哦。期待一下我们会看到什么野生动物。山顶的路，然后这边车子不能开了，今天封路了，看起来是因为有雪的关系。好吧，那我们下去停下面。我们现在停在山的中间，它这里有一个咖啡的休息点，现在上面在修路，所以不能开过去。它这边很多 trail， 很多健行的路线，然后它 trail 前面它就会有一个 Are you prepared？ 就告诉你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准备好哪些东西？对，看一下要 prepare 什么。啊 ，be prepared。Give yourself， 给你自己充足的时间，保暖的衣服，然后地图，哦，撤退计划也要 plan。对，我们爬山的时候常会有这种东西。然后食物跟水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惠灵顿山的路上，然后大概会走一个小时多。对，如果说下雨了，我们就不会继续走下去了。对。希望是有好天气。然后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说，哇，今天是会是一个轻松的行程，开车开上去，停，拍照，然后看到，嗨，对对，就会看到南极这样子，然后就拍完的就下来了。对，结果殊不知封路，我们现在开始要健行。好冷，对。前面这里就是市区的 view 了。然后南极在哪里？在后面，所以一定要到山顶上才看到后面啊。我们走这个路会不会看到野生动物啊？我觉得不会啊，白天人这么多。哦，我希望有，会看到野生的白袋鼠。可是它有写路上会遇到一些动物，我是希望有看到。对啊，不过我们天气算还好，因为我们在来半路的时候是有下雨的。对，所以看出去是白墙。对。然后现在我们到了比较上面一点，就是有 view 了，已经没有被云遮住了。上面还是有云啊。我们刚停车在那边，我们一下车，我们就闻到一个好香的树的味道。它这种树不知道是什么树，跟台湾的树闻起来味道不一样，跟我们去富士山闻起来的树的味道也不一样。那边就是市区。走一走，路边就有看到雪了耶。对，我们现在十月底。已经接近春天，春天接近快要夏天了。对啊，现在有雪，还这么多雪，蛮厉害也是啊。然后有脚踏车骑上来了，我来帮他骑。他骑平板脚踏车，哇，我手好冰哦。我也是感觉蛮厉害的。Over here, this so much。好像蛮轻松的。一个女生呢？是一个女生吗？他骑登山车吗？对啊，是登山车。哎，会不会我们走到上面，然后骑就快要下雪？你看雨变成雪了，这样。不可能。下雪。这真的是下雪。这真的是下雪了。春天雪。好好笑。这里都没有海拔很高，就下雪了。天啊！我这以为我是春天来旅游，想不到现在下雪了。这样旅游碰到大风大雨。现在碰到下雪，冰块，冰块。好了，回去了吧，可以折返了吧？下起了冰雹哎、欸。对啊，这应该是冰哇，雨还这个雨蛮大的哎、欸。冰哎、欸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很多冰哎、欸。对啊。不行，这雨再大的话就会变冰块哎、欸。你看。Thank you.
对对。哪有这种一片雪的地方？还因为下雪下太多了被封路，我还想说这是冬天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哎、欸，没想到我们现在是春夏天也发生这种事情，哇，旁边都是雪。之后呢，我们来到刚刚有经过的这个啤酒工厂，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古老，然后又持续在经营的啤酒工厂哦。1824年就开始了，然后旁边这边呢是一间餐厅，那你进去呢，就是你可以试饮他们这边不同的啤酒。对，那当然你要买啤酒也可以，然后要吃餐点也可以。里面很漂亮，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花园也很漂亮，然后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院子有位置的，它就可以看着它这一栋啤酒工厂的 view 这样子，蛮美的。对。今天晚餐我们弄了一桌，跟我们在墨尔本吃70几块，总共吃了90几块的。差不多的料理，你看，我们上就是吃这个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肉，可能一定有差嘛。对，嗯、然后 cheese， 然后我们自己烤了这个面包，想试试看如何吗？好。还不错啦。我也觉得还不错。嗯嗯，市场的12块牛排。因为这个好炒的那个火炉的火超级小，然后我们用那个好像热压吐司的那个煎。对，还是不错哎、欸。嗯，然后我先把我的肉放进来，看我也放了一个蛋。对。花生酱油的汉堡。嗯。嗯。看起来不错。Hi cheese。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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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这几天早上都被我拖着在厨房里面吃早餐，吃奇瑞尔跟吐司。对，因为这边附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色的餐厅。嗯，不错，不错，应该是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它这个 donut 还有蛋筒口味，然后我这个是柠檬口味，这 donut 就是我在网络上看的这样推荐。它这个里面是酱啊，这里有蛮多的柠檬塔和那种酱。我以为是塔斯塔。不是，他说旁边还有其他口味的塔斯塔，还有那个店员推荐我们柠檬口味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正要准备去 Brandy Island， 然后这个岛呢就是在 Hobart 开车过来30分钟的地方搭船过去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港口这里准备要搭船，然后现在在排队，然后一过这刚那个闸门，它这里就有写价钱，然后可以用电子支付，这里看一下多少钱，以下的车只能是50块钱，
那他这边只需要收车子的钱而已。对。OK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你看这个感觉就很像是我们在从波多要搭船去到 Porter Island 一样，超像。先停在外面，这样一排一排这样排，然后等着准备上船。对，超像的。然后这里大家都可以先下来，因为还要等一下下。然后确实就是他只会收汽车的钱，人应该就是算在里面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算在里面。他还有附 map 哎。我们的车就是停在那边排队，然后我现在可以走过去那边看看。然后他这边等船的时候还有就是有厕所啊贩卖机这样子，然后还有 visitor center。 上船咯。我们在船了吗？还没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码头这边。对，那搭船过去呢很快，几十分钟而已。那我们到时候就会在这个小岛的北边，那我们就会这样子玩过去，然后沿途呢就会有一些什么生蚝农场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viewpoint， 就是可以看到海边，看到两边的海这样子，然后会再往南部走，南部这边有个灯塔，也是个 viewpoint， 然后这边不知道有说有白袋鼠，对，这里有白袋鼠，然后还这里有机会看到鲸鱼、企鹅，很多的野生动物，啊，然后我们还会去一些面包店。不知道有没有面包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是很适合 camping 的地方，或者是你开 campervan 来的话，也是可以在这边。那看极光的话，极光的拍摄点会是这个位置，最南部，灯塔那边，最南的小岛的最南小岛。对对，离南极更近。哇，我们已经在移动哎！哎，对对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吓我一大跳！怎么在移动？吓了我一大跳哎！他说：“我这是在移动。”看出来就移动了耶，酷毙了！啊，我们的船头到底在哪里啊？在那里啊，这就是船头。哦，那里啊。因为我们刚刚买的那个车子的搭船票，它是来回票，然后它就给我们一个 timetable， 它最晚的回程是7:15，这边有写。所以如果当天要回来的话，要在7:15赶到最后一班船。然后也是有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岛上面过夜，岛上也是有很多住宿的选择啊，还是有一些 camping。这里也是有人要排队搭船回去的。然后我们刚搭船的时候非常的平稳，连船在动了我们都没有感觉，然后大概搭了10分钟。很多车哎，人家说来到这边呢，要先吃生蚝，再去看风景，因为生蚝会卖完，风景很多时间可以拍。先看看这个桌上的，哇，在这边呢，就有很多生蚝养殖场，对，它就是真的是生蚝的 farm 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它这边的水是比较接近南极的水，所以它养殖出来的生蚝的味道可能会有点不一样。而且它除了生蚝还有别的，看别人桌上。你看它这边就有写啊 ，1,000 26块。哎 ，mixed dozen 是什么？四个 fresh， 然后是哦哦，它这边除了有生蚝之外，它这边还有料理过的哎，还有 chips。我觉得在这里工作好辛苦，都要被看啊！对，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被看的，做面包、做巧克力，然后弄生蚝都要被看，完全不能偷懒。看它生蚝好肥哦，它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，圆再圆一点。天哪，是不是该点一杯酒啊？哪有只有我可以喝？对啊，配酒感觉超赞哎。Take your number 4, thank you. 哦，这是种一三种哎。不知道什么口味哈。对，是这个，这个好圆哦。很新鲜哎，好脆哦。很新鲜哦。很新鲜，很脆耶。好，第二个。而且它这个脆脆的，是它的尺寸我觉得很刚好。对啊，不是那种巨大的那种。对对对，而且它这边都圆圆的，饱满的感觉。
两颗扩大了，试看别的口味。好吃，有甜味，对，鲜甜，而且甜味是在吃完之后慢慢的跑出来，柠檬酸味跟甜味，然后它有那种甜，真的是脆脆，咬起来脆脆的感觉。对，那口感很棒。饱满的地方，吃起来不是那种让害怕的那种，太肥了。咕噜咕噜，对，很好吃。你看，你看它这样，是很赞哦。它的下面还有料哎。而且它这个壳不一样，不知道是不同种的，是不是？很脆，可是它其他的酱料已经盖过那个 oyster 的鲜甜了，比较没有吃到 oyster 的味道。我觉得可以点生蚝就好。但其实它这种就是做给来到这边想试试看生蚝，但又不太敢。初试试生蚝，不太敢试生的人的话，他们就有这样子的选择。想吃生的，不想吃生的，都可以选这样子。如果敢吃生的话，就可以点一盘都是生的。嗯，那你可以试试看这另外一种。试试看这种的。不知道是什么，闻闻看。烤肉酱的味道。哦。你看它这也是很肥。哇，这个感觉不错哦。它这个味道很重。什么味道很重？烤肉酱的味道很重，可是还是可以吃到它那个肉的脆度这样。嗯，所以。你这个三个你怎么拍？这个生的先，因为其他的那个口味感太重了。我知道你生的先了，那第二、第三呢？炸的。哦。然后再烤肉的，烤肉的味道很重。来看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本来以为是要去那个海边看海浪，一边海浪一边是平稳的海。没有，那边已经过了。冰箱啊！对不对？嗯，你这现在才发现，去看看那个冰箱。走。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是一个拍照点。嗯。看那个冰箱还有 IG 哎。怎么样？这冰箱里面有东西吗？我来看看是怎么拍的，这里是。空的。Oh, hi, Brad, you're doing at 9 a.m. 都没有了。对，花块钱。自己丢钱进去啊。都空的。哈哈哈哈哈。这边是最南边的灯塔，是吗？应该吧。在这个灯塔这边停车的地方啊，停车的地方那边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museum， 就在介绍它这个灯塔，它的历史，它发生过什么事情。每一年它都去追溯，然后还有它以前的一些仪器啊、设备啊，都在那边展示。对。然后在这个灯塔旁边，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岸。然后很多人也是会来这里拍极光，拍南极光。灯塔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拍极光啊、拍星星的地方，对，因为就是非常暗，非常暗，而且还有前景啊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灯塔的后面，然后我们后面那一边的海那边再看过去呢，如果说看得到的话，就是看到南极。对，你的后面就是南极哦。对，这个方向。对，我觉得虽然这个灯塔呢，跟我们平常以往在所有地方几乎看到的灯塔就是都是长这样子。对。但就是它这边的海岸线的风景也是真的是非常漂亮，而且你知道在从那边看过去就是南极，那个感觉很不一样。而且就有感受到南极的冷风吹过来。嗯，很漂亮这个地方。对啊，不过情绪也上去了。就是我们来到最南边的地方了，不会再去更南边的地方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对，没有再更南。
再更难就真的是难题，好可怕哦。然后前面这个房子就是他们以前Lighthouse Cooper 的人住在那边，大概是我们会来的最难的地方。对啊。